少半支这样。对啊，搞不好，我觉得有可能。因为你预算只有500块。五百就是剪映，剪映，好不好？剪映具备，或者 iPhone 具备，结果还不错这样。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应该也去的还不错。我想说，如果真的去不到的地方，我就把它抽针。抽针是怎样？就是抽针，慢动作抽针那样。啊，我人物描边慢动作抽针。那种慢动作抽针，就变成有点像那个纸类的那种。一格一格的那样，那这样你要用更久吧？可是这样应该会比较好去吧？你说就一几张这样子而已哦、喔？我就订卡、啊，订几针啊？也是可以啊，也是可以，还是用剪映抽针哦。反正那个抽脏一点，我觉得没差。如果是用这个效果，它脏一点好像也没多少。好像是都行啊，都行。